坚持做一件事情，坚持了20年，也就是要开始展现影响力的时刻。恰逢西城2月20周年纪念音乐会，我们也为各位带了两个好消息。去年新北市推动学习型城市认证计划，目的是推展在地就学，在地乐活。恭喜西城安源获得了汐止区学习型城市认证，并得到教育局赞助经费，可以帮助我们现有团员精进提议，并开创 BC 团往下扎根，进一步推广社区音乐，协助我们培育学子永续发展。是的，第二个好消息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还有这些经费的挹注，汐城安源荣获了新北市艺术教育贡献奖的优选，而且我们将建送教育部进军全国甄选。再次恭喜艺术教育。下半场的音乐会将会由施淡杰老师来指挥，而下半场的这些曲目呢，对汐城爱乐也都有历史性的意义。佳倩，你还记得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曲目？掌中水响曲，汐城的首演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我当然记得了，那是在德国钦天大教堂。那时候这些孩子们都还在念小学，大提琴的独奏者就是今天的指挥施淡杰老师担任的。是啊，在淡杰老师的独奏和